不嘛，很高级的吧？换苏比的三五胎啊！不要这样搞。左边低嘛？你再靠车靠右边一点，看左边的。你让他们先自己尝试一下啊，想怎么爬怎么爬，只要安全就行。好了，不要跑了，这坑在外面跑又大。你这样爬是上不去的，告诉你啊，速度，这里是必须要有速度，关键是速度。五十。我刚刚四十嘛，最大五十差不多。有没有信号？我把那个机下给。慢一点，熄火了，重新启动。速度不够，太过了，差五码。速度快就上去，差五码。你这辈子是不是翻好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变速箱那个保护了，变速箱跳档了，跳档。动，先熄火了，快动。动起来，好好好。你这样没熄火？小霸王，你不要激动。这里。这里安全的，只要你不打不乱打方向啊，只要你不乱打方向。他这样估计上不去。没有，谁能上去上去？差一点点。对，还差二十公分。我操！你翻都没翻，再往上前面上去，自然不会翻了。你这样怎么去沙漠呀？沙漠不希望你来，你这样上不去。你挂 M2。 上不去就上不去就不要挠了，直接倒下来，或者溜下来把方向打牢把牢。再远，推远一点。爸爸，就是前轮没挂上去，原地挠了，你就不用踩了油门，就直接倒下来。这原地摆的话很危险，知道吧？这是我们哪个营呢？男营代表队了，不要给男营代表队丢脸啊！好，哎呀，上了，漂亮，厉害！对你小冲一把，再试一把，啊！哎呦，直接上了，我靠！好了，现在你可以吹牛逼了啊，可以吹牛逼了，认怂不丢脸啊，认怂不丢脸，我们不强求啊。好，上了，上了，这个是科曼代表队，前面是前面上去的是罗伯特和沙西姐的啊。倒下来，倒下来。但是我告诉你。
你加速的话不要到坡上去加速，提前要把速度拉起来，等到到坡上再去加速，那个时候有可能就晚了，就前面要把速度提起来。科曼减震死于赛道，来了，上了，哇，这油门控制的很到位啊！有请下一位追梦人，这又是一个开曼的减震啊！赶紧抓紧时间啊，下雨了要啊！前世王八的可长得真好看，慌慌张张匆匆忙忙，你是不是没有挂 M2 中间换挡了 M2 吗？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，不卑不亢，不慌不忙，也许生活应该这样。方向不用打过去的，你就靠这边直接上就好行就可以了，不要太靠边上，不能太靠右，前面要把速度加起来，到坡上去加油就没用了。对，前面的时候把速度加起来，可以了。漂亮，下去。非常的顺手吧，是的。好好，走走走，暂停。天黑了哟。这个是什么减震啊？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黑曼巴。黑曼巴啊，2.5公斤的。Nice。